谁啊？谁让你吃了？我辛辛苦苦摘过来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是你的。你犯死罪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一会儿别人过来看到你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破果子，你那么凶干嘛呀？赔你？赔？你拿什么赔啊？ 又是你啊！偷吃了我的圣果，还敢来我的房间，胆子不小啊！好了，你怎么弄的？不告诉你。 那我告诉你啊，谁在进屋睡床？<音><音>
Oh.